一，熊猫买顶级三法商戒指。阳光城法系熊猫老板回归，给自己的号来了一波大更新。他又买入了一个140级的顶级三法商戒指，出商法商达到了55点。二，熊猫打成两只镜台血宝宝。主播浩文操刀，连续帮熊猫老板的两只镜台魔童打特殊兽诀，结果运气非常不错，全部都打成了。尽管浩文还没有找到新的副战队，但是从他近期的直播来看，接到的资源真的是越来越多了。三，浩文给普陀老板更新大龙龟。新加盟浩文团队的普陀老板一直都没有露面，将号的更新全部交给了浩文打理。近日浩文又给这个号买入了一个剑荡四方的大龙龟，不得不说浩文是真的喜欢龙龟这种宝宝。四，浩文打废三只工地拼胚子。浩文曾经的化生队友潘总在回归之后给他刷了很多礼物，昨日潘总又给浩文来了一波打树资源，可惜的是三只工地拼胚子最终全部变成了瞎子。五，961伤无级别宝珠出炉，新出一个150无级别宝珠，属性爆的非常多，打完17段宝石在魔族使用的情况下，综合总伤能达到960以上。另外这个宝珠还可以给女大堂使用，这武器在 X9 等级应该非常吃香。